大家好，我是文潇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九个字，邦。首先听我的发音，邦，波昂，邦。邦是医生，现在和我一起练习发音，邦。第二遍我们放慢速度，邦。我们再说一遍，邦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“帮”是什么意思。一，帮是帮助的意思，例如我帮妈妈洗碗。二，帮指物体周围或旁边的部分，例如鞋帮。三，帮指蔬菜外层较厚较老的叶子，例如菜帮。四，帮是量词。例如一帮学生，以上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，你学会了吗？明天同一时间由雅涵老师教大家学习写"帮"字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